我怕你们到点吃不上饭。还没有暴雷就是心疼老公。好吧。让老公给我打视频，开心。老公，你看，你终于打给郑钧哥了耶！他打给我，他打给你啊！你看陆毅哥多贤惠，看看我们上海男人，看看上海男人，看看。哎，你看云龙贤惠吗？贤惠，云龙一直都很贤惠。你来，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贤惠。那你们好好玩吧，拜拜。这个鸡翅是烤得慢的，先来几串。这好像是按照你们的身高弄的炉子，不是我的身高。这是按照我女儿的身高弄的炉子。来，你把这饲料拿过来干嘛？坐。这高度肯定合适，怎么样？可以，能不能行？行，这可以吗？你们去坐着聊天吧，一会儿衣服上熏完了，这个味儿洗不掉的。我和云龙这边给你们烧烤啊。开始施展了，哥。哎，好香啊！哇，这看起来好美味哦。味道还可以吗？熟了吗？我不知道。熟了。哇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熟了吗？这羊肉串熟了吗？熟了。那里面是粉红色的。肌红蛋白。啥叫肌红蛋白？有一种说法，就给你吃那种带血的牛肉什么的，他都告诉你是一种叫什么？就熟了，这是肌红蛋白，所以它是红的血丝。是吗？不是血。真的熟了啊？嗯。没有熟可以再烤一下。没事，你看我带头吃完了吧？确定吗？有点尴尬啊，应该还好吧。哎，还有别的可以吃吗？有。他在煮什么？哎，陆毅哥在家经常做饭？不经常，他做的都太那个黑暗料理呀，很恐怖的。他在家吃呢，爆油锅真的是有生命危险，感觉整个锅都飞起来了，要爆炸。好了。哇哇塞，好棒哦！好吃吗？这个比电影院的爆米花好吃多了。哦。好好吃，哇，好吃！我要来拍照，我第一次有露天爆米花，可以吃哎。你老公很优秀，你老公太优秀了，你老公会做爆米花。今天感觉还挺地道的啊，嗯，露营。对呀对呀，还挺舒服的。我儿子穿着姐姐的衣服，哇，他还好小啊。嗯，鸡翅膀好了，方便面好了，烤饼又好了，可以尝一尝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谢谢。哇，这么多，可以入座了，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哎，我真的说实在，这个面好好吃。嗯，你们真的要来一点。真的，大家不要浪费食物，来点吧。太胖了，不管了。乔恩，你真的胃口太好了。
你们都不知道我吃东西的实力吗？哎，真的是，跟你说我也是好久没有吃主食，人生活得这么累干嘛？万一哎，万一你改天突然间，你昨天坐在我左边吃了一大碗米饭，我说你好久没有吃主食了，我是说昨天之前。确实那碗是有点大碗的，好大一碗，哇，这么大一碗米饭，我热爱米饭，我的外号是饭桶，你不知道吗？今天中午吃饭的。